Hello， 大家。哦，好亮。Hello， 看一下哪个灯比较适合。Yeah，Hello。那我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有练习，然后刚到家，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呢，我今天练习。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地铁，地铁就是我们要站的那些号码、位置之类的。然后呢，我有一个地铁我捡不到，一直捡，然后我一直捡嘛，然后超难捡的，它就卡，然后卡在我这里面，然后就啊、哦，超痛的，那种食指痛归心啊，你懂吗？这超痛的那个，哇，我的指甲整个，然后后来就是好啦，就还是其实没什么事，就是就痛啊。就痛了，但其实没什么啦，就是痛一下下，然后现在有一个鱼痛，对，鱼痛就是那个鱼症的概念，你懂吗？就是那种，对啊，反正就是自己发明的东西，鱼痛，对，这通道有一个猪啊，行啦，我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一个我很耐热，很耐。我这怎么说，就是很耐热，就是不怕辛苦的人，对，我是一个很，我很想说就是洗澡的澡，然后旁边是手字旁那个很耐手字旁洗澡 的澡那个，对对对，反正就是我是一个我不怕吃苦，我不怕晒热，我不怕晒黑，不怕热的人，对对对对，其实没错，就是这个，因为我是怎么说，我自己觉得啊、一下下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我还是一个蛮能蛮有一个忍耐力的人，但是如果对着一些可能很白目的人或者是很白痴的哥哥，我哥哥不是白痴，这反正我哥跟我吵架的时候，他会一直重复一样的道理东西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嗯，这种东西我就有点难以去忍耐，对，但是对于吃苦这个事情我很能吃苦，大家就是不用担心，对，但而且我是一个不太怕晒黑的人，虽然我还现在已经有晒黑一点了，所以就习惯就好了，这种东西齁真的齁，欸，明天晚上8点会有那个我们因为喜欢你的 MV 会诞生哦，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这样讲的有点好笑，拍谁？对，明天就请期待喽，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我们明天才会看到。对，我们跟你们一样，所以就是请大家期待。好想唱这首歌，天哪 ！The useless twisting out of new technology。Where to begin? If I could sleep, sneak inside early as in May. Now every mother can choose the color of her child. There's no nature's way. But there's no days of yesterday. There's nothing left to do but play. Religion, wow, it's so insane. 我超爱这首歌的，这首歌叫做Virtual Insanity 对 Virtual Insanity 这首歌的歌名，我超爱这首歌，我难得跟你们说，难得这么多人来看我直播，你们这些想要吃瓜的人，不是这首歌叫 Virtual Insanity 对，我这样子会比较好懂嘛，因为我这个字我只有唱的时候才会念得好啊，所以我就必须要 visual insanity 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对把它暂停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说一说那个瓜了，笑死！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我对这种东西我已经是，对于大家想要吃我的瓜之类的，我就已经很
看得很开，就这么开，有看得那么开吗？对，而且我就是我对一些可能，可能就是比较可能有人会攻击我三个人身份之类的这种东西，我都已经看得很开了，放心，我是不会被这种东西击倒的，因为我是觉得啊，我都出生在香港啊，怎样，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啊。没办法，这每个人的想法很难去改变嘛，那就不用去改变，就是你开心就好 ，OK。比起吃瓜更想吃豆腐，我也知道大家很想吃我豆腐，但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拍谁拍谁，开玩笑哄我，大家不要生气。对，就是毕竟我这个我豆腐应该蛮好吃的吧，自己说自己说。哎、欸，我开玩笑哦，大家，我很乐观哈、哦，谢谢。只要你。其实这种东西，你被攻击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坎，你过去你就过去了，你跨过去就好了。对，虽然你跨过去前你踏出那一步很难，但是只要你跨过去，什么都哇，真的看得很辽阔，真的。对啊，所以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可能网络攻击之类，他们就会很崩溃。但是虽然说我现在是跨过来，但多少也会在意这种东西。那如果朋友遇到这种东西的话，我就会尽量去陪伴。对，陪伴是最好的支持，也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呢，这必须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也遇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要陪伴着他们去跨过去。对。但有一些攻击真的太猛烈，我就会有点太受不了，而且有些人会被风向带走，对，会被带走。那这种东西呢，你就会看得很生气。但我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谣言止于智者”。那如果你是智者的话，你就不会把谣言乱传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就是大家是有智慧的人。那大家都，我们就当一个有智慧的现代人吧，好吗 ？OK。Away from necessary, stay with me. I can make you glad you cam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kie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对啊，我们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心情。所以如果你说有黑粉攻击我的香港人身份，或者是想要质疑我的舞台能力的话，那。我就用表演去证明给你看，而且我就是很享受现在一切，就是舞台表演，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快乐。其实，对，所以是不会影响我心情的。对，有啦有啦，我好像早上才看到有人说我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啊、我这一直被说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已经没梗了。已经没梗，所以那就算了，没事没事，好吗？对，对啊，拍外景我也很快乐哎，真的很开心。我看到很漂亮的风景，还有一些游乐园区，我真的太快乐。我说早上我看到好像网路有论坛，就是很低卡那一种，这个人就是硬要说我什么香港全员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也就是拿这个香港身份来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对啊，没事啦。然后你们说的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了，所以我也很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知道，不管怎么样的行动。我知道出发点是为我好的，我知道，但可能方式有点不太对。这会有更好的方式啦，也不是说不对，每个人的方针不一样嘛。那可能你觉得对的，我觉得错的，我觉得错的，你觉得对的，对，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子了，那我们就找一个方法好吗？就是。对，因为我自己，就像我的现实动态，跟你们说，就像我的，像现实动态，对，我的现实动态，
这是说了，不管你有没有花钱，不管你花了多少钱，你们都是我的粉丝。就算你只是想要看我 Instagram 照片，就算你只是点一个赞留一个言也好，你没有参加活动也好，反正你喜欢我，你就是我的粉丝。你我觉得是这种东西很难去比较，我觉得每个人花的心力，每个人花的金钱，每个人付出的都不一样。对，那你没办法去衡量这种东西。可能他付了很多钱，但他心也付出了很多，那可能他没有花钱，但他心是很向着你的，他可能会去踩点，可能会去因为你去，因为你的想法去影响别人，就可能啊，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每个人可以帮助，互相帮忙，互相团结，帮助大家。那这种观念我传到给别人，别人觉得对的，他有跟随着，我就觉得其实我很开心，我教育到我的粉丝这么好的观念。对，所以我就是像我的限动所说，不管你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对我来说是粉丝，我说一视同仁，就是我不会去觉得哦，你花了很多钱，你就是老大，我就是对你特别好，不会。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喜欢小迪，你得到的爱是一样的，我希望是这样子。对，这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那个资格去判定别人是不是你的粉丝。对，你是不是粉丝自己知道，是不是喜欢这个偶像自己知道，那就好了。对，没有人有资格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上面去说些什么，去判断什么，去指责你什么，没有，我觉得都没有。只是我希望每个人一视同仁，如果有时候有些事情要主动，比如说可能一些应援什么的，想要主动出来讲，主动出来号召大家是 OK 没问题的。但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团结一起去做，而不是有点单打独斗的感觉。我很希望大家是一个团结的膝盖帮，团结的显利息的粉丝这样子。对，这不管怎么样啦，我一直要跟你们说，一直要，我知道会有人偷臭。会偷臭哦，显一些粉丝会怎么样哦，显一些怎样，我就觉得你想偷臭就臭吧，反正你都不是我的粉丝。对，没关系，我不 care 有没有人偷臭，但我哎，等一下，我会 care 啦，我会 care 人偷臭，但是我觉得没办法控制人家想要讲什么，想要怎么去处理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就臭吧，来吧，没什么好怕的，你就只有嘴巴可以臭而已，对不对？只有嘴巴可以偷臭，你也没办法攻击我什么，因为显一奇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对，就是这样子，来吧，偷臭，想要来偷臭哦，我已经看过很多这种东西了。对，我已经看过很多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也谢谢我其实说实话，我很感谢我在台湾所有的经历，因为这种经历都是你成长的养分。对，这种东西，哎，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吧？对，成长的养分什么的，对，是真的哦。因为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你才会成长。你成长了，你就知道啊，要怎么样去处理一些可能网络攻击，可能一些别人的坏话之类的。你要经历过，你才知道怎么去做。对，所以我也感谢想要偷臭我的人，谢谢大家，来继续偷臭。对啊，就是成长的养分，就是肥料，肥料都是臭的，对对吧？也有一些香的，但是也有一些臭的。那臭吧，来吧，我不怕。对，我要吃东西，我要讲很多东西。对，嗯，大家一起成长嘛，毕竟 AKB 嘛，啊，成长型嘛，对不对？嗯，算是成长型，但是我一开始就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谢谢提醒，谢谢大家。对，我吃宵夜，我好想吃这个皮蛋瘦肉粥。超好吃的，我真的超爱，全家的，我真的很推荐。对，嗯，而且我知道，就是可能昨天发生的那一件事情，有一些可能浅层犯，可能真的会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了。但是，
我真的很希望把他们抓住，就是我很想跟他们说，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放一个偶像的话，我最在意的是偶像对我的想法。对，如果是我的话啦，我最在意偶像对我的想法。那如果我的偶像都说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都是人，他会对每个粉丝一视同仁的话，我会觉得我可以再观察，或者是我会继续推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人来人往嘛，就想要离开，想要去哪里，或者是想要继续放，就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对，是昨天吗？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昨天吗？反正就是我跟你们说，我都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我是可能断断续续的有一些人开始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哈，我就有点 what， 就有点很我也吓到，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虔诚的粉丝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付出金钱，没有付出什么的，所以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犯险一些什么的，我就觉得没有哦，没有，反正你是喜欢我都会很接受你们成为我的粉丝。对，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人本来就是生出来就是人，你没有什么金钱，没有什么压力，没有负担，你这些金钱什么东西都是你死掉之后是带不走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连接，就可能互相支持的情感，一些可以感动的情感。所以我觉得我最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就是情感的部分，而不是一些金钱利益。我作为一个险敌棋，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作为一个险敌棋，我自己觉得我很不喜欢那种金钱关系。虽然说这个世界很现实，就是要看金钱，但我真的不太喜欢金钱关系。对，说到钱就有点头很痛，吃个粥，吃个皮蛋瘦肉粥好了。真的是，我最近很爱吃哦。对，谈钱一定伤感情。我就做一个险敌棋。阿六很少会来看我直播，太突然。阿六你好，你好，希望可以有机会让你翻唱险敌棋这个人。谢谢三兔兔的全面防护。巅峰音乐可以说，全家的粥，它是用高汤去熬的。所以它的粥是有味道，它不是那种很普通的白粥，所以呢，我很推荐。我刚刚说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你对偶像的付出有多少，你付出了多少，就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要分地位这种东西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讲过，大家都是人，我们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对，就是这样子，没有人可以去定义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自己。对，付出多寡都是支持，都是平等的，我对每一个都是一视同仁。对，重点不是钱，我真的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讲心。我觉得这个社会上面你要讲心真的很难，毕竟大家经历过可能社会的一些经历啊之类的，你就会可能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人与人之间很难有信任这个东西哦，这样。但我很希望人的相处是可以讲求信任，还有讲求，就是比较
感性的部分，就是感情部分，对，就是这样子。我刚刚就说过，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高低，只有你自己定义自己。对，不要有这种想法哦，大家。我想要大家快乐。对，单纯的快乐，嗯，就这样，很简单。谢谢你妈头的爱的熊抱，谢谢。对啊，要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别人比。我知道人会生气，人会难过，但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小小的能力，可以，如果可以开解到你们就好了。虽然说我一直说，就是大家要不要加推我，加推我。其实我是想要多一个人支持我而已，而不是说你要花多少钱在我身上。我只是想要多一个人跟我说加油，多一个人跟我说啊，我觉得你舞台上面的表演真的我很喜欢之类。我觉得，哦天哪，我要讲哭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常会感到迷惘。然后，但我每次就是打开大家的粉丝信之后，就会看到就是大家说什么，哎，你的表演让我觉得就是开解了我很多，还有什么的，就是我看到有人写过，就是在他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我之后，他就好像被我拯救，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金钱是买不到的，所以我很喜欢大家。看到我表演的时候会开心的，还有那种就是啊，有对一个人跟我说加油，还有对，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你们都懂，对，就是这样。我不需要大家放偶像会觉得难过，对，嗯，就是会忍不住，因为我每次一想到人就写信给我，就说因为我的表演，然后把他拉出一个就是一个很黑暗的角落之类的，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当偶像的动力。对，如果没有大家，我今天也不会走到这里。可能我一半我都想要离开了，因为这经历过太多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快乐的放偶像就好了。对，就这样 ，OK， 就这样 ，OK， 对，没错，嗯，对，吃饭。对，明天 MV 要播了，我其实很期待，因为我不是说，我上一次不是说我拍 MV 的时候有请姐姐帮我录影什么吗？我都很想要发给大家看，明天 MV 上了，我就可以慢慢的发了，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对，我很期待，我天哪，鼻涕开始流，对。Yes， 我先吃个东西，我要冷静一下，因为我一讲到很想，就是我讲到我很迷惘的部分，我都会忍不住，所以我要讲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跟 Daisy 练习很开心，哎，真的很开心哎，这种感觉就是，虽然你练习很热很累，但是你跟大家待在一起，你整个心情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笑出来，这不是那种嘲笑的那种，是那种你跳到一半，不是，是音乐一开始你就笑开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我很喜欢。我不是喜欢那种，很公式化的练习，比如说哦，这动作要做好什么的，我不太喜欢这种练习。我喜欢的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人跳错就笑一下，有人跳得很好说哎，称赞一下，这种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Daisy 的感觉，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大家相处的时候我很自在，我可以在大家面前做回我那个很原本的自己，而不是那种永远有压力扛在身上的感觉。对。所以呢，我真的很
喜欢这一些大家，然后我们又有自己的那个 unit 曲，对，我们有自己 unit 曲，就那时候真的开心的不行，练习也是练得很开心，所以我很希望在拍 MV 的时候，我也被那个妆发老师们也说我就是看起来很有活力，很开心。我觉得这种开心的感觉是可以传递给大家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有这个 unit 曲真的好开心。对，除了开心，我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哎。谢谢 Take It 爱的熊抱，对对吧？你们也喜欢 Daisy 互动的感觉，真的太开心了。希望大家看 MV 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的 Daisy 的心，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嗯，再来宣布是韩语曲。嗯，这次回忆真的买不到。还有位爱姐姐熊抱啾啾，这是红衣的直播的守护灵，还有小薰的甜蜜爱心，还有红衣兔兔的直播的守护灵，而 Jace 九九的闪光星星，嗯，而且我们有分 Unit T 跟 Unit P 嘛，就是这 Unit 曲就是我们。算是 Uni Daisy 的最后的回忆，所以我希望明天的 MV 可以呈现到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嗯，而且我不是发了一个限动，一个影片的限动吗？因为我很怕大家看到那个叫大家指定我的那个连接会有压力，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发连接，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我有点，我很怕大家有压力，不要有压力，想要指定就指定，不想要指定就不要指定，不要勉强，我不是想要大家花钱在我身上，虽然花钱在我身上我会蛮开心的，但是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表演，就这样子。你不要偷臭，我是希望大家开心啊，对啊，不管怎么样。出发点是好的，对吧？可以理解，但只是可能方式上面可以调整，所以大家也不要再怪任何人了，好不好？对，就这样子，我们就期待 Uni Daisy 的 MV， 哈哈。嗨，二毛，二毛是李猫头的朋友吗？嗯，很期待耶，很期待 MV， 但明天八点才有吧，对吧？李猫头，李大哥，笑死！对啊，一定要看到，然后多分享。而且我很期待这个 MV 可以冲一下，对，因为这首歌太棒了，对不对？嗯，就林哥每天都很期待我的贴文跟限动，我现在每天都很希望可以发一个限动，至少。一个限动，
就很多年前的神曲。对，我也知道，他是比主打还要厉害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二毛，放小迪不要有压力，希望大家开心就好，好吗？其实我作为就是。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没有很厉害的偶像，但其实我很希望可以做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想要传递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给大家，比如说一些正确的观念，然后我很希望大家关心一下世界各地的人。这虽然我这样子说有点太远了，但是我很想这样子做到，虽然我的力量可能会比较少，但还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去就是让大家更关注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之类的。嗯，对啊，有这样愿景。现在，祖祖跟安安拿了我的那个生日 T 的那个卡片的签名，哎，我很开心哎，有人跟我拿这个，我很开心哎。那我觉得我平常对大家也不会有距离感吧，因为我还蛮，我在大家面前还蛮傻的，对。就是应该是没什么距离感的吧，希望。我只买了这个，好少哦，没了。蛮疯的，哪有蛮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蛮疯的，有吗？哪有？哎，不是，我吃饱，但。我只是想吃，好吧，我真的很想吃东西而已。啊，毕竟人是有这个食欲的，对吧？食欲。哎呀，没有，真的挂得很慢嘞，没什么零食。有啦，有啦。嗯，对啊，荔枝口味，口味。我跟星星吃东西很像，谢谢，谢谢，我很开心啊，像星星是很可爱的，不是吗？嗯。好好哦。仁哥要重看我今天直播，我觉得仁哥应该很想要知道我的心情与想法，毕竟我觉得仁哥，我真的觉得仁哥是女版的，不是，等一下，啊，我觉得仁哥是男版的我，我是女版的仁哥，我跟他讲说仁哥是女版的，不是，是男版的我，对。讲错了，拍谁拍谁？哈，拉眼说哈，大家都问他，不是啊，我说的是，我刚刚讲了一个对的哦。
你们不会不知道人哥是谁吧？人姐，终于人姐的秘密被发现了。人姐人者，大人都不在，他不见。你猫头跟人哥投缘。最近星星发情期哦，他很喜欢我的手哦，他一直很想要骑在我在这个手上，但是我都拿一个娃娃抓住，然后手就放在娃娃上面，他是以为娃娃是我的手。对，但星星在 IG 里面忙，他要帮我挡住那个影片的那个奶奶奶奶。他娃娃不够用吗？他只有一个娃娃。对，还没有结扎，最近真的没有时间。他是，我可以说他很快耶，他速度很快耶。我有影片呢、啊，我找一下影片给你们看。但其实我有时候会在想，如果星星是人的话，他会不会不想让大家看到他发情的样子、啊？很快速哎、欸，给你们看，极速，等一下，极速星星，有看到尾巴吗？就这样子，太快，是真的很快、欸，快枪手，那可以，但不管怎样，他也是我的。兔兔，星星说：“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吗？”在动物迷片，星哥不简单呐、啊，没有快转呢、啊，是那个元素超快的。对啊，我看到他这样子，我就想说：“哇，我家孩子长大了，真的是长大了。”哎，怎么那么多人看？按赞我的影片，突然就我才一个小时就已经2000多个人按了，这吓死我，吓死谁？好开心哦！我挡的蛮好的吧？那个兔子一直跳，我剪蛮久哦。Say alright， 大家是来看星星，而不是看我的，好不好？你们要看原片吗？在我手机里面，但我就可以定一个小小的格给你们看，这你们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挡住，因为真的太有点太 too much， 而且再加上我那个脸，就是大家会想到别的。歪歪的东西之类，就可能会想到打篮球啊、排球啊那种东西。It's alright， 噔噔噔噔。交出来！但我星星是专业守门员呢、啊。他的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再加上那个脸，我是真的不敢把它拿出来，而且很白滑。我跟你们说，我这身体有晒黑，但是我身体的部分，手脚部分有晒黑，但是身体部分是白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自己，好喜欢身体，怎么办啊？这不能发，我只是给大家看看。看一眼这样子就好、啊、不要自己说，我要自己说，笑死！哎、欸，我跟你说，那个，六月的升血真的很好看，有指定我的，就应该蛮快乐吧。而且我很喜欢大头的那一张，对我自己看过了，很喜欢，就这样。对，希望大家也期待一下我的生写真，对，有指定就好，就棒啊，棒！还没有收到，对，应该还没有吧，嗯。
不行啦，毕竟我是一个偶像，我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因为我很怕如果我太常发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就已经没有惊喜感了，会觉得有点看得有点习惯了，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种惊喜感。对 OK 拼命，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保守一点自己，我想要当偶像嘛。对，还有 GOBT 不会叛逆吗？但我希望我的形象是比较清新自信，这就是你可能会知道我的可能身材会不错，但是我希望是你知道就好，就不要去就不要 too much， 不要怎么说，反正就是这样啊，就你会知道这个事情，但你不会去想要去把它拆开来看，就这样子。对，对，欢迎来到隔壁做咩惊喜，之后就会知嗰、那个毕业演唱会之后就会知，哈哈。不过好期待，我刚刚去看，我刚刚在照镜子看我的鼻孔，对，是这样。我希望我是一个什么路线都可以的人。对，为什么直播要看鼻孔？因为我很怕，因为我刚刚那个有鼻涕啊，然后我在擦完鼻涕之后，我就看一下镜子有没有一些可能残留物在我的鼻孔里面。那如果我这样子讲话，大家都会看到我鼻孔这样子，就喵，你们就会觉得我在鼻子。对，这必须要的，必须要检查，对吧？哎呀，可可餐那几张照片，哎，我也很喜欢那几张，因为感觉很休闲系，很可爱的感觉，休闲。对，就这样子。可可茶喝起来就是巧克力加水，就是那个淡淡的巧克力味，就是你不会特别喜欢，就是你就强心啊，强心。他是把中世看一下我的留言，你们可以买巧克力加水混在一起，就是可可茶了。可可茶，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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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你们不要瞬间讨厌星星哦，不行哦。你知道这首歌吗？What you say you do? To see the real you.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only thing too much. 哎 ，R 六，下次要不要找我合照啊？好像都没有怎么看过 R 六的本尊呢。因为我都没有在
握手跟合照看过二六的感觉。耶，你说可以了，耶、yeah! ，开心啊！二六是推 AKB 的哪一个成员啊？就是可能你的初心推，他就肉体犯我明讲了哦。一定喜欢写一些肉体给说，写一些真是很棒，虽然你们没有看到，但是很棒，哈哈，开心。还好我都有窝你，哇哇哇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当初有看过我唱《Rolling in Deep》，哎，很久哎，多久以前是拿出来讲，真是考古哦，靠笑啦，谢谢你有看啊，开心。哦，这个话题不优 ，OK OK。你们有听过这种歌吗？这很浪漫呢，这首歌。对啊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是好歌，对对 ，Dan Hill 没错，太好了。以前去唱歌都会唱这首，天哪！哎，我也会，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之前听是听这个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还有那个 How to Say I'm Sorry， 这两首歌我都很爱。小时候的时候啦，小时候，对。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来到我演唱会了。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这是我的爱歌呢，已经结束了这首歌。Pico 太郎，谢谢阿苗的浪 life 应援灯。哦天哪 ，Mira， 你不会唱这首歌就把它。Come and forget it， 这个我们睡球的每次被他吓到。Your love and man down。baby， 真的会吓到啊！他突然这样子，对吧？是在那边来哭来哭！哎，我这是要 Mira 手登的360系嘛？不管。I'm begging you， so put your loving hand out， baby。I'm begging you。So put your loving hand out, darling. Riding high, but I was king. I played it hard and fast to start everything. I walked away, you want me dead. But is it come, is it good, we were then. I'm begging, cause I don't wanna lose you. 我不会唱那个太快了。I'm begging you, so put your loving hand out, baby. I'm begging you, hand out, darling. I need you to understand. Try so hard to be a man.The kind of man you want in the end. Hello. An empty
used to be。 哎，我跟你们说，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了，我有敷那个什么那个角膜，然后它会脱皮嘛。然后因为有一天呢，我只敷了15分钟，然后隔天我再敷了另外一个，敷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我敷了15分钟那个，它本来就已经有一点点的小脱皮，对，然后我再敷60分钟那个，它又再脱一层皮，然后它现在是一个我走路有点痛的感觉，就是会痛啊。对啊，就是会痛啊，所以我有点后悔为什么要敷那个一个小时呢，真的很痛啊。对，不能再用了，再用的话一定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跳舞，所以现在我是没有去做什么，就是反正让它就是健康成长。对，会痛啊，就是如果你是敷一次就没事，但是因为我是想说，哎，我第一天敷了15分钟，那我第二天就敷个60分钟好了，我这样子就超过了，对，有点超过了，所以都是出事了。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需要的是袜子。对，我连走路，就是走路平常是这样子走路。我现在是这样走路的哦，就是我是把它撑起来这样走路，因为太痛了，就是痛到不行，很累耶。我今天会播一个小时哦，而已哦，无一，这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想说啊，今天想要打 Apex， 对，这是原因啊，想要打 Apex。我一，想唱歌，但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歌可以唱，可要两三个月一次啦，不然很痛耶，对吧？感觉看不够。因为今天的直播只是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跟很想要赶快跟大家就是有点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啊，因为觉得大家一定可能会很疑惑或者是很难过很生气之类，所以我很想要马上跟大家就是说说话。对，Let the screen set in your soul is dead not alright。 沟通很重要啊，现在 CQMK 的文手里，所以其实有些事情摊起来坦白讲一下反而会更好。对，就谢谢大家愿意来吃瓜，还有愿意来看我直播啊。对，我知道很多人是真心想要支持我，所以来看我直播的。对，谢谢大家。然后也不用担心我心情，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的仇恨值不在我身上，这可能转移到别人身上之类，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成为善良的人。对，就对。可以外带，可以外带，瓜可以外带。我也其实一开始我也很担心啦，我也很担心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子就不喜欢我或者是讨厌我，但我更担心的是就是可能是其他人吧。对，这我知道出发点是好，我明白，我能够理解，但我会担心这个东西，但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吗？对，善良，对，善良是可以选择的。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就也就算了，就我觉得
就是散了吧，好吗？就是事情就过了就过了，好吗？好吧。啊、我最近超爱这个，我这一两个月，这半年一直这样。以后的表演也会看到我这个、哦，因为我拍 MV 的时候 ，MV， 等一下啊，我是不是讲了什么口误的东西？我拍《因为喜欢你》的时候，我也有比这个，我一直比这个。对，我刚是讲 M， 但是那个音有点跑掉、哦。对，我最近很常比这个、欸，我很常比这个啊，这个啊，还有这个，这叫什么？浩一，浩一，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乐高手，乐高手。OK， 这不是爱心，这是乐高手，好不好？组长哦，说好了、哦，不要说什么爱心，不是什么脸的爱心，乐高手。啊，是陆科硕的哦。那谢谢陆科提供这个有趣的情报。那我们下一次比一下这个，我们不能是爱心哦，可能我还是会偷偷比爱心，但你们要比乐高手的，这很可爱耶。但明天晚上会有。那个，因为喜欢你的 MV， 那希望大家期待，喜欢，喜欢，可以吧？对，明天还有异想天开，我们去了台南的后B 熟女村，那大家如果住在台南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对，我明天再转发，还是我等一下转发一下异想天开的连接，大家记得去多多收看哦。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去嘉义的那一集也要去看，阿里山那一集也要去看。哎，仁哥，仁哥，你有听到吗？你要看我整场直播的前面哦。很多东西呀、啊，哎、欸，真的，一阵子没有东西，突然炸很多东西出来，会让你们措手不及，措手不及，这，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消化明天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好吗？我想听这首歌，我的爱歌。真的好爱这首歌，如果可以，就是如果以后有人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会浪漫死。有没有对我唱这首歌？你们会唱歌吗？你们应该说，唱歌先不用这样。We are one and all， 来什么？现在学起来，这首歌真的好爱。这首歌叫 Night Changes， Night Change 没有 Changes 是 Changes， 对，对不起 ，One Direction 的。李茂头说他要唱 Just How Fast the Night Changes， 有了 Changes 啦，对不起 ，Changes。没事啊，不用硬要唱，我真的很爱这首歌而已，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而已啊。Hello Oscar Cool， Oscar， 星星看起来好那个，好寂寞、哦。还有要唱只能唱一首 Never Gonna Say Goodbye。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不是啊，他在坐在地上。我在想，
兔子其实没什么，就是消闲娱乐，它就待在家会不会很无聊啊？那我，我有时候要出去就没办法陪它，哦，真的好爱星星哦。他已经长大了，星星少年的烦恼，对，少年烦恼，少年心的奇幻漂流，现场挑一小段什么什么，玩具版 cover， Red Road 影片，真的哦，买玩具，偷偷有玩具，我不知道有玩具哎，我知道有那种什么球球的。球球、草球那一种，为什么还好星星没有认识威尔森？威尔森，那个我知道那个威尔森那个球球，笑死！哎，但我有买过草球给他，但他不玩呢，他整个把他丢在旁边不玩。排球，对对对，阿六，对，就是那个排球。Just how fast the night changes everything that you ever dreamed of。 有些玩具是可以互动的，哎呦，那个草窝，就那个我有买给他，而且是兔子形状有耳朵在这边的，但他已经咬到烂掉了，就是他很喜欢那个，他一直咬一直咬。宠物最喜欢玩垃圾，主人买了都不喜欢，对啊，他都不喜欢，真的，我买什么给他，他都不喜欢。他不喜欢那种什么磨牙棒，不喜欢，不喜欢草球，不喜欢草尊，对。但是有一种兔兔小盆栽，他很爱。对，兔兔小盆栽，你们知道那个，反正就是硬硬的，可以让他咬，一直咕咕咕，就是对，对他来说是甜食、甜点的概念。这个叫 One and All。 哎呦，对，不喜欢草这还蛮特殊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懂我兔子喜欢什么，但他很喜欢咬一个东西，就是纸皮，就纸箱的那一种，他很喜欢咬。然后我有一次我去问医生，请问兔子可以咬吗？然后医生就说可以，只要是那种没有什么，就比较圆形一点的纸箱是可以咬一点点，但不要，尽量不要让它咬到有油墨的那种部分。对，兔子盆栽感觉是什么 weed 之类，笑死！那这个我知道，反正这是草嘛，这是草啦。的印刷不要太多的，对。有问过紫香想要给他玩吗？没有。对，他很爱很爱那个紫香。紫香，这首歌叫 One and All， One and All， 这首歌是一个香港男团出的一首歌，然后这个歌只是在讲粉丝跟团体的那些互相的一些可能互相帮助啊、扶持啊，然后一直攀登高峰之类的，就是有这种故事感，就一起感动、一起拥抱什么的。对，说的热血的话，原图高低伴我走过，哇，这种歌词太棒了！就这样，就这样。给你们看一下星星，太久没有看过星星了。真的，哎，拜拜。
你朋友从日本寄给你的那个，哎，我跟你说，我很爱那个品牌，那个品牌我有买他跟 Reebok 的联名款的鞋子，超级可爱的，超可爱的那个，我超爱的，天哪，你们知道那个品牌吗？哎，是这样，他走了，是怎么走掉？来。YouTube TV 也是那个牌子，真的哦！天哪，哎，太时尚了，你们好时尚，太棒了！亚莎西，卡哇伊。好小哦。对啊，他长大了，他长大了，莎莎，莎莎，莎莎。小小小小，我要亲亲我亲亲小小，嗯，小小小小，哎，小小原谅最惨，喂他吃零食。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改，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我跟你说，他在那个。他在那个，就是跟那个娃娃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乱大便哎、欸，他乱大便，就是他会一边大便一边动，所以我是觉得好好笑，真的，他开始乱大便，到处大便，气死我了！我就看到我真的有点，就是一边帮他捡屎，你知道吗？他没有在娃娃下面大便，就是一直一直动，一直大，就觉得动字打字。一直动，一直大，一直动，一直大，真的很好笑。我觉得他应该是没办法去控制，对，他没办法控制这个吧？我觉得变动变大，对啊，不觉得很好笑吗？娃娃状态很棒，他尿在我的鞋子上面，然后这几天我去公司练习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看我鞋子，然后大师说：“哎、欸，你没有擦吗？擦不掉吗？”我说：“可以啊，我有擦，我喷酒精什么的。”然后他说：“哎、欸，那你怎么不把它擦干净？”然后就说：“我觉得这样很可爱，我觉得这样很可爱耶。”所以呢，我就决定不擦了，就让它这样子吧。有一个尿印，你们要看看吗？你们想看吗？我可以给你们看哦。真的，我觉得很可爱，它。好啦，大家会觉得可能很恶，但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有一种啊，我儿子尿在我鞋子上面这种感觉，看看多可爱。那等我一下，我看看我一下，看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了。就是鞋子，这是干净的鞋子，是这样，就有点脏啦，没擦。但这个就是有那个尿印，有看到吗？这个尿印，这样。喂，是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就是有儿子陪我去上班的感觉。对，所以我很开心。不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可爱，所以我才不行的。你觉得不行？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可能已经就是吹过好几天，就是没事，都没有味道了。本来第一天是有，后来就没事，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吗？好像还可以，就好，没有味道就好啦。然后我就是我
今天跟李梦纯鞋子这样子鞋对鞋 ，Give me five 耶！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你看，要不要沾一下吐尿？他说不要，我再给你一点，很可爱呀。对，我蛮鬼马，对，不错吧？可吧？对，就是礼貌头，你懂，你要养小动物，养鹦鹉，就是一些包包啊、衣服啊，有一些可能动物的毛，我就觉得哦，它在我身边，我兔子在我身边，我的鹦鹉在我身边，都站在一个肩膀上面。如果这里有一根毛，就觉得它在我肩膀上面。对，至少该装饰一下，变个厨子之类的，就交给你了，颁奖要不要帮我？我觉得真的没有味道啦，真的。如果有味道，我也会受不了吼。我毕竟我也是个女生，我是个偶像，好吗？吉尿吉尿，明天是你家神推，哎，对啊 ，Yuki 林生日了，真羡慕，因为你养鱼，它都不会留下痕迹，你就换水的时候不小心，哎呀。那个水倒在身上，就是哇！我都这样子出门，哇，都是鱼味啊！哇，鱼味，这样子，这样可爱耶！不觉得吗？真的有养小动物的人，一定会就是知道有小动物也是多幸福的事情。嗯，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先把鞋子放回去。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昨天去就是打手机 Apex， 因为那个新的赛季来了，我就在打排位。我在打排位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队友说，我就是讲广东话嘛，就是我就说有敌人。然后在我的队友后面，就是我有两个队友，一个 A 一个 B， 我就跟 A 队友说，因为我跟 A 队友是一起排的，所以呢我都有开麦跟他讲，我就说队友，那个有粉丝在另外一个队友后面，然后他说粉丝，就是他没有讲话，他现在没有讲话，然后我发现我讲错了，我就说敌人。在队友后面那敌人，然后他说 OK， 然后我们先处理完，然后他处理完之后，他就说，我刚听到你说粉丝哦，然后我说没有听错，然后他说我听到，你不要再装了，我说对，我就是说错了，我就说粉丝怎样不行哦，对我说错了怎样啊，对啊，我理直气壮，对我刚才说我还说了那个粉丝在后面，笑死，我真的太白痴，那口误，真是口误啊。而且他一直笑我，他笑我是觉得我很白痴，还想要隐瞒我没有讲这个事情。但其实我知道我没办法隐瞒，因为我也意识到我讲错了，所以我还要装他觉得很好笑，这是快笑死。这很白痴，因为我昨天一直讲错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想说饼干的时候，我就说了水，就我说啊，我想吃这个水。饼干，然后一直笑，我昨天一直讲错话，哎，真的太好笑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口误事件，对，就这样子，好了，那我差不多要关了，因为48分我要去打排位，12点就没了，我要赶快去打排位，好吗？那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那不管是吃瓜的还是来陪我直播的，我都非常快乐，也谢谢大家愿意吃我的瓜，好吗？但是没有豆腐可以吃哦，就只能吃我的瓜 ，OK？ 这你吃我瓜，代表你有关注我，有关注我，我很开心，因为你有关注我 ，OK？ 你懂这个概念吗 ？OK？ 你们懂这个概念吗？懂吧？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啦，就是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我们可以选择当一个善良的人，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是我的粉丝，我都会一一好好珍惜，这样。说真的，虽然我有点记忆力比较差，但是我认人很比较厉害，所以我会很容易去认得到大家，所以大家不用
发现我会忘记你们，虽然有可能会忘记，但如果你提醒我一下，我就会马上有印象你是谁这样。对，也希望大家期待我明天的《因为喜欢你》的 MV。对，我认人还蛮强的哦，真的哦，这是我的优点的部分。对，好，弘毅哥，弘毅哥不是弘毅兔兔，三天后生日快乐哦，好吗？生日快乐！下一次换造型可以，我可以认得到你。我觉得 Sam 对我来说太好认了，除非你穿女装，我可能会认不到，但还是不要穿女装啊。对，好啦，大家，我们就是明天 MV 见，好不好？明天，对，就是看 MV 等于看到显灵奇本人。哇，赞呢！希望大家开心，喜欢。好啦，那一下排名哦。第二十名是小芳，十九名是陆克，属于十八名是十，等一下，十八名是班长，十七名是数字家，十六名是博成，十五名是敌帮主的奥勒米拉，第十四名是小强，十三名是阿喵，来自新加坡的阿喵，喵应该是喵吧，对，应该是。谢谢。第十二名是明猫金鱼，十一名是那个志玲哥，第十名是企鹅，第九名是在咖啡冷掉前小薰，谢谢。第八名是歹令，第七名是解成，第六名是 Sam Tutu， 第五名是 Andy， 第四名是玉安，第三名是 Red 艾迪，第二名是 Turkey， 第一名是李猫头，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咯。也谢谢奥六最近有来看我直播，我很开心，因为奥六毕竟是大家都好像也是犯了 AKB48 Team TP 很久的人，也谢谢你来看我直播，谢谢。好啦，那下次见咯 ，Peace out。